我们先给全 YouTube 界一个鄙视的眼神。你买这么大瓶，我买这个这么小瓶。如果没有爱吃辣的人，最好不要乱吃这个。我只是吃一口而已。Double kill。那个片不在你嘴里，你真的不知道那威力有多大。大家好，我是龟哥。我们今天特地来到台北，挑战这个所谓的大王麻辣干面。因为 YouTube 界目前没有人成功，我们将会是首位跟首两位把名字留在现场的人。没错，相信我们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，好不好？不用啰里吧嗦一大堆。东东阿姐说好，对吧？这台比较简单。那我们就出发 ，Go。听说这辣椒哈，它不是你平常爱吃辣就受得了，是你要平常不管吃什么辣都已经无感了，才有挑战这个的资格。就是你只是爱吃辣的话，你可能吃个一两口就已经在那边哇哇叫了。你买这么大瓶，我买这个这么小瓶，啊，你买那个那么大瓶，你确定要这样子吗？我们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。Of course。你不先喝吗？不用。那我要先喝了，生死状都签了，对不对？还怕什么？要吧。我们先闻一下这味道。还蛮香的。其实还算香啦。我不是啊，你应该说那个最近的医院在哪里？来，两位，一、二、三。这张你们明天用得到，用黑白的。啊，黑白的。来，那个外卖。快！闻起来就很辣啊！教头，你有没有忽然觉得当 YouTuber 钱很难赚？不能吐，不能离开。哎，对，好，开始。Okay。 我看到这个辣椒哦，大概是我平常吃面的那个量啊，可是它的辣度就不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好辣！好皮啊！你妈烤腰力吗？我们先把它吹凉一点。先吹凉一点。你电风扇是最强的吗？我觉得要开强一点。今天已经很冷了，好不好？你有那么热吗？啊，全场大概都在看。哇！全场大概这么多人在看。啊，大概都在看。今天又两个不怕死的来了。等的被嘲笑吧，你在开戏啊？没啊？你可以先吃啊，我先吹凉一点。哦，你在等我呀？前置动作很多。你那个内心戏可以不要那么多。哎，你光等两等就25分了吧？不会。那时间没想吃了。我觉得吃这个是有秘诀的，一定要先等它凉，因为辣再加上热，会更辣。哇，是这样子的。鬼哥觉得如何？我怎么觉得你在抖啊？我已经开始后悔了。怎样？受不了了？我要吃了。No!
看你们要先去帮我买牛奶。刚才我压2000块叫教头这边管是对的。哎，我讲真的，你先去帮我买牛奶哦。要不要先喝到这一罐？那你先帮我买一罐。各位观众，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说话了，开始产生幻觉。就这样，可怜的鬼哥持续辣了10分钟。大罐的啊，又过了5分钟。又过了一下子之后，吃了大概15分钟之后才有办法这样子跟你讲话。讲话，你用5分钟把它塞一塞吧。外公，你现在全身消麻，应该是痛，会有麻又有痛，应该是痛，因为他这个应该是大概会痛。你等一下你可以，他失败完你可以去看他。一定受不了，这太啊，这我都不敢挑战。我他妈应该探金麦的水都有。哎呀，阿伯你大呀，不要辣啊，正中间。小人龟，那个面不在你嘴里，你真的不知道那威力有多大。不是，有个，因为他现在已经吃到剩这样子了，如果最后一口他回高雄会很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跟你要卫生纸吗？因为我刚一直咽，我刚还摸到眼睛，我回去消吧。来，先借你闻一下。这个茶麻烦剪辑师要放比较多还是多的？现在就来。你也没有吃到。你应该已经弃权了吧？你已经弃权了吗，狗哥？我弃权。弃权了，弃权。好 ，OK。我承认我失败。平常吃大辣的人失败。没有没有，我从来没有在镜头前面那么狼狈过。嗯。哦，这个辣度。你啊，你不吃辣的，一点话救命啊！好险，我们是选择乖乖自己付钱买东西吃。哇，哎、欸，这个辣度很扯哎。我简单买一点花给你好了。可以拿去。哦，来，太猛了！我们的教父在最后3分钟。27分，挑战成功。我可以跟你吃一个。啊，请便，请便，这位同学。还好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很辣哎、欸！你还打扰人家？我要给他吃，你看我都吃我一口啊！大哥吃一口，只有吃一口而已。嗯，什么感觉？我好辣啊，真的很辣！现在觉得很辣。很辣。形容一下那个辣，怎么样？舌头很痛。
另一个不怕死的家伙。我现在什么感觉你知道吗？我就走疯了吗？我觉得一个感觉是我再也不想要闻到这个味道，我讲不出话来。所以你准备那两罐无糖出来挑战吗？那你还要挑战吗？不要了吧，我觉得这太自不量力了。你知道等级差很多了哈，一条而已，太花了。千万不要忘记开启订阅以及下方留言哦。